回归了。四年前那个 Sunshine。在呢，去年是风靡整个西门町。西门町，莫忘初衷嘛，我是会跳到吴文基溶解为止。输到恋爱的也是我，不恋爱的也是我，玩弄我的感情。海浩，阿志，但你知道我还是爱你。证明给我看。哦，我想啊，给我想，啊，对的，哦，被 TS 回归了。还为四年，中间有接到一场婚礼表演，雨谦的婚礼表演，表示我们硬要表演。对，没错。很多人说，完了，台湾怎么没有好看的男团？终于出来了。当这些男团拯救的那些人都不是了。他们也很厉害。重点是，这是一个四个已经超过三十岁的男生。快要。哦，你们都没有。只有我跟你哦。有，我有三个摇。一二三，所以你几岁啊，凯浩？二一啊。我们要男团的知觉。客人一问我们就说18岁。我昨天还在看我们四年前那个 Sunshine， 在呢。四年是风靡整个西门町。西门町。还有阿弥陀佛姐。我这是要调那个三 D。只会有一个田真果。觉得谁最像田真果？站中。我是有刺青。然后我是头发蛮长。那我是那个有秃头的。老师，就说我们四个，你觉得谁最像？应该都不像吧，都不像，但谁最适合？那你要多情绪。情绪？谁有我多情绪？那你表演一下你一些情绪。好，没问题。感动的情绪。感动。凯浩真的，还好有你。那时候我们在天桥上，你给我那个秘密基地，我们一起跳那支舞。对。我到现在忘不了。张浩还好有你，给我这件裤子，每年冬天都穿这一件。姚轩还好有你，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。多感动，不错，还不错。但是我需要这种东西。没有，就大家轮流吧。刚谁跑了？他。有点卡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错过。没错，这是我们被 TS 的天神啊。陆哥，爽啊！可是我比较常跳啊，他很久没跳舞了。你陆哥，我们大家都很喘的感觉，因为女生喜欢男生很喘的感觉。越来越喘，越来越喘。偶像是练舞的时候一定要喘，而且不能流汗，很难的。这种不流汗，对呀、啊，你可以控制你的汗流。对。我想说，偶像现在可以这样吗？对对对着你的鼻，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鼻。对了，你一定。Do you wanna stay the night? Cause I don't wanna be alone. It's been weighing on my mind for too long. 你这不是在练舞吗？都是他穿拖鞋，比较帅啊。最在意的其实结尾要在你这边。开头是你啊，结尾就是我，几样几多。雏形出来了，你会剪到什么？溶解的程度？那要柜子、地板。干嘛给你涂啊？是光吧？你在舞台上，打下来。是光，是我力量还是光？对啊，为你而造的女士。最后一句你是太
喘是不是？因为我前面一直快跟不上啊。怎么跟你的表情？所以当偶像太喘也不行哎、欸。练习喘一下。是喘非喘，姚轩。脚被踩到喘。这很屌，这蛮可爱。他们都没有这种 pose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跳一点。就应该吐舌头。这样看起来很像直男。现在就是队形出来了。画帅啊，画比你画修容，像徐孝顺那样的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自然就好，很帅。喝三年之后回来，我都有想你们啊，排号张浩，我比较少遇到你，因为有时候会找张浩拿衣服，他虽然矮了一点，但有在卖衣服。跟你们讲个一招好了，这也是我从凯浩身上学到的。我每次问他说，哎，你呢？你今天干嘛？他只会告诉我三个字。你讲，想你啊。不管别人问你在干嘛，在哪里，你只要回答这三个字，瞬间变成情人。没错。你现在这样对抗姚轩，双鱼座的一定吃这一套。现在被 TS 私底下的一面，这个片段私生饭会很爱。对，就专门给他们看。一起在车上聊天，很自然的那种感觉。Man's talk 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我们要跟大家说，我们是已经可以去表演了，真的。例如说，你想要随身主持，我们就一起去。对，我们再自己平分他的主持费就好。为什么？现在偶像团体都是这样。对啊，你怕偶像团体很难赚哦。对啊，因为大家平分。而且他们那种男团拍 MV 成本更高。你看一下，我们拍的 MV 成本基本上十万内，跟现在一两百万不一样。而且我们会自带灯蛇站前面的。对对对。怕忘动作，只能说太划算了。对，厂商赶快进行到 Kevin 零二零四。对，哎，你背起来了，很好笑。谁？你快去学啊！我要讲讲，我跳舞跳很丑，很滑稽。事情还都一样，他最好笑的时候就跳舞的时候。我们好像是那个一零的 model， 白 T 配牛仔裤，一共有四个男模，请选择你要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号男模张浩，欢迎找我玩。我是二号男模孙森，一起共度春宵。我是三号男模凯浩，小心我跟你切八段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男模，小心我跟你欲火焚身。我在说什么？说到恋爱的也是我，不恋爱的也是我，玩弄我的感情。凯浩，阿成，但你知道我还是爱你。证明给我看。哦，给我上，给我上，啊，对的，哦。距离收工不远了，很少人跳舞能够连续拍，通常拍摄要妆发时间，我们是直接全部都连直接到。你们看那个正片，会发现我们头发越来越短，太扯了吧？哎，这位帅过头了，真的是三十岁男人可以做到的事吗？我二三，我二七，他们俩到底谁比较大？下面留言。台中的孙跳一块请你吃饭。有什么事想要问被 TS 的吗？对，现在可以让你们采访，开放媒体提问时间。有打算跳到几岁？哎、欸，这问题问得很好哎、欸。我们的真实年龄是比 BTS 大，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会先挂、啊。如果他们九十岁又出单曲的话，我们跳不动哎、欸，跳不动。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拉锯战。莫忘初衷嘛，我是会跳到洪文基溶解为止。所以你已经不跳吗？那如果 BTS 突然解散，你会改什么团？我们 BTS 就没有对手了，对了 ，BTS 也不会把我们对手就是他们，没错，他们的粉丝就可以来追我们了，刚好。那你们下一首有想过要跳什么吗？我觉得，就是只要观众想看我们跳什么歌，其实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对，我们会抽一个，孙森跟你出去。那那得提什么关系啊？追踪起来，每一个都在这边 IG， 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拜拜。让你给，是谁？